预言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这儿，他知道了，就算不知道，没有，就算不知道，预言也会喊。上厕所去了，好像把门开着，他待会儿找的话，要不然他又那么大声喊我，我怕。预言怎么凶你呢？预言不凶我，凶肯定。哇，你看，上面这个快女人，昨天也是，我刚跟你说了几句话，预言别说。你看曾肯尼那么搞一个那么大只一个人，他进来，不要说，你又凶我，好，先待会儿进来，如果再凶我，我就把他绊倒，给他一个过肩摔。他也经常就是用眼神谴责，很不行。对，你看他就是。他刚刚自己吃了三盒饭，我跟你讲，都是镇静。我为什么要这么畏惧他？怎么了？冲了，过肩摔。怎么了？我干嘛了？你知道我们这种就是本性太善良，你知道吗？